我怕的是他说的我们不是我和他两个人，所以他心里怎么你的门开了我们却害怕了，所以爱情里怎么了你的门关了心又寂寞了，我们只不过想要快乐，我们只不过想被认可，想被人看到旋转门出不去也闯不进来，开心关心开关开了有关。耶、哇就开啦，那导演总是让他这个自由发挥、导演要写什么是个谜。好，所以这边呢就要麻烦各位大家各自挥毫。哎，等一下，写到一半的时候就麻烦各位挥毫手上的这个吉祥如意的大字给秀给媒体看。好 ，OK， 好，比分也完成，52赫兹 ，I love you， 一路刻满花开。非常多次，那对对，然后也唱了很多次，不过现场还是唱的不怎么样，我知道，但是别这么说。就是我觉得好玩，就是我们前置其实都有一个默契在，那真的在演出的时候就是享受那个很热闹的过程，对，因为真的很热闹，但是唱真的很难，尤其是我跟千娜很多歌一起唱，然后董俩是唱不一样的，我那叫什么？不一样的声，对，和声，然后我只要一听到他唱，我就会跟他唱一样，被带走，被带走。然后我记得我们现场是不是有一个？音乐老师，那个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痛苦回忆。他前两天都会过来说，蓉蓉这个是西索米巴巴，哇，之类，他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就说什么、能不能讲一些人听得懂的话？不要骗我。然后你知道第三天，他就都过去跟他们说，那个你知道西索米不是是西法米这样子，然后我就没有办法过来跟我讲，我说我唱怎么样？可以。到后面那个老师直接放生你就对了，放弃了，直接放弃我。所以感觉。好，谢谢信台歌唱的一些表现，他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不会唱歌啊。好 ，OK 吗？可以，好，谢谢你任然的演技，鼻腿。对，这样子让女生那个负担比较不会那么大。来，一起来给大家进行拍照，一年了。刚刚开始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哦。